我是观光列车长，在2009年4月27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士林站，是8:20出发，这是开往北投的C381。表演系统刚刚的时间，列车2011的编组，在士林站士林啊。对。所以。也C381。2011编组的高音线刚刚的时间，没错，在士林站士林号，我们各位出门了，各位出门就这样。开往北投的 C38 型，拜拜。137次的 C38 型，还有北了的高音系统，刚刚时间在现在，谢谢各位，那拜拜。